再撳住。即係太陽曬翻香港，冚上嚟。你唔係低頭。你唔係低頭。你唔係低頭。一啲陽光冇，近啲陽光冇。都係。有乜嘅咧？而家我哋煮嗰啲個豬鏡片，鏡片即係叉好。叉好咧，即係意思即係話，忌廉係點嗰只？忌廉係高濃度脂肪奶就叫忌廉，忌廉嘅前身就係奶，奶再提煉出嚟咧就叫忌廉，提煉到35.1%嘅脂肪油，嗰、那個就叫 cream， 得唔得？普通鮮奶就得10几、10几嘅啫，嚇、所以咧就忌廉就高濃度嘅脂肪油啦。OK， 好嘅，咩問咩頭先你講咩嘅點啊？唔係啊。頭先問你嘢嘛 ？OK， 搞掂。好啦，而家主要鏡面咧，我哋會倒落你哋個餅嘅攤攤佢面頭度。咁大部分咧，而家我哋已經完成咗整個餅嗰個嘅蛋糕噶啦，已經 OK 啦。係爭在煮埋呢個嘅鏡面之後，即係我哋嘅 chop 好，就留喺個蛋糕最 top 嗰點之後咧。再說多15分鐘至30分鐘到啦，咁就完成噶啦。最後尾我哋做咩咧？俾少少嘅士多啤梨、生果裝飾，同埋俾個金箔，最緊要金箔啊！最緊要份金箔 ，OK？ 金箔咧，原則上咧，你要999金，先可以做一個金箔嘅裝飾。如果你去啲賣啲唔純嘅金嘅話咧，你好大件事啦，即係話會食緊啲魚毒肚可能，嗱呢個純金嚇九。